到王奴这个名字，基本会有些陌生。不过其实他是一名出色的演技派新秀，曾经塑造过很多风格的女性角色，王奴也得到过负面报道，不过后来证明传闻属实，而且大幂幂也很理解他的苦衷，不过是媒体的炒作，希望他们合作的新剧情得到高度关注。不过确实剧组的努力也让王奴通过新闻人气暴增，可以说负面新闻有时候也不都是坏结果。真实的王奴在拍戏是一个认真谦虚的女孩，而且长相甜美，身材更模的她并不愿意做一个花瓶，也不想只是一个靠脸出名的女生，她更希望用演技与实力证明自己的独特与优秀。虽然目前人气不是一线水平，但是王奴的身价已经不再一文不值，她曾经表现过很多优秀的角色，塑造细腻出色，也曾经与多名著名演艺派巨星合作，多次由于演技到位选中女主的角色，而且在著名的作品中也担任重要角色。《琅琊榜》中的她戏份不多，但是人物关键，刻画到位，可见王奴是一个用心的女孩，也为她不断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愿望做铺垫。因为王奴人气提升，演技又被赞许，也经常被选入综艺节目当选嘉宾。目前的当红综艺的嘉宾选择都是比较有人气和实力的艺人，可见王奴在业内的评价与口碑实力都已不在话下。除此之外，王奴演技的证明就是不断获得各种奖项与提名，对于一名优秀的演员可以的各类奖项就是对自己实力的最好见证与表达。在王奴不断的努力中，也不断有访谈类节目邀请到他，可见人气与实力的提高，王奴在业内也是得到了肯定。王奴除了演技优秀，长相甜美动人外，她的时尚细胞也十分优秀。近日王奴就一件朴素中透着贵气的杏色裙裤在机场亮相，看起来优雅靓丽，又带着古典高雅，实在让围观粉丝赞叹。如此平凡的衣服在王奴的穿搭下尽显神秘，女性魅力不输各大王牌女神，气场也尽显美的无法形容。普通穿搭没有显露王奴的肢体，但是却更显身材婀娜风雅，分外迷人，不输任何国际名模。平凡妆容发现王奴发展潜力巨大，时尚界模特界都可以纵横到位，未来希望王奴能带来不错的作品，事业也能大展宏图。